终于打下来，这天卖了卖，你怎么把往这边摆了呀？你看多少东西，我瞎花钱。哎呀，我晾着晾着晾着，哎呀，摆这些。哎，你看你买这一大堆，你不是买一件两件的，你把这整个往这里摆来吧。这都不多，这都是在家里边柴米油盐都是在家用的东西。都也还不多了，你看都也叫不多是吧？你都差点你自己开个超市了，挣了点容易，你们都瞎花了，都花了。哎呀，我就一开都开出来了，这一大箱都是洗衣液，因为平时洗衣裳比较多。然后这儿呢，这都是米，然后这两箱，这都是生鲜，这都是要吃的东西。这，让我妈拆开看，里边都是啥？拆开那边都不合适的，都是在家里边要用的东西。给，看这是啥？蚝油在家里边就一点儿也没了。啊，咦，啊，这是酱油，是不是？今儿整两瓶酱油。没了，起来，叫妈妈啊，叫妈妈拆开啊。哎呀，你下次不能买这些，光你不是拿快递一件件拿过来，我七个天儿了呢，摆好了。哎呀，你不是看咱要拿这个快递，媳妇都败家了，你再挣下钱，容易啊，要都就花完了，瞎花的。等你的外脖买不行啊？对，啥叫外脖？都是在目前要用的。你不能说在家断了东西然后再去买。你这不能说都是要用的是吧？这都是要用的，没有一个不要用的。你这最近不看新闻了对？你对他后边那儿的还有啥笨的，不能吃也点用来呢？这个纸巾还得在家不能断，因为洗脸啊或者咋了都要用到这个纸巾，这个也不能断，断了以后还得用啥擦？不完了还得老回洗，再来没有时间，用的也可方便。这都是必备的，家里边没有它都不行。你还这一下子买的太多，且扎眼，零满岁了买。你们这光拆箱子，光够买破了，买多少钱了？一回你花多少钱呢？瞎花的，啥去了？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节省吧？你真咋说？这都是另买的，也没时间拿，接在一块儿了，你知道吗？你要是嫌我哎买东西来，然后瞎花钱了。那以后你买，我都不买了，行吗？你从明儿开始吃喝拉撒啥的，你都花钱，你都买，行吗？我不买了，我到时候叫你也体验体验，这家庭主妇需要操多少心，需要说钱都花到哪儿了？就是三花钱、瞎花钱，钱花到这个准确地儿就行了，又不是拿那钱狂着八歪的给那别人，是不是？又不是拿那个钱买那衣裳穿了以后不穿了，对不？走，干嘛呀？哦，你这精神头强起来可真大，是不是？青外，是吧？还得买粉没嘞？买奶粉吧，还得没有口粮了。这还得买，还得买的哪个牌儿？你啥呀？啥牌儿不知道？你要是跟人家买不知道，你啥牌儿你也不知道？你也别当了。我知道吧？买多少万？先买一个月了吧？一个月。买三桶，要不都买俩月，买六桶。大概一千多块钱，你这还能知道了？啥一千多？好家伙！哎呀，小雨，你真能吭哧，要是把麦啊！那三五在那儿呀，带事儿的把给我。啊，来。对了，还有尿不湿，尿不湿再买四包吧，俩月了。好家伙，还买尿不湿了？一千尿不湿。正好吃两年，把你卖哈。对了，小妹，给俺妞买个吃吧，俺们中这小孩骑个电池。老跟他抢，老跟他打架，他年龄到这儿了，也该休息了吃了。俺别人家孩儿都有了，给家孩子也买一个。好家伙，又买，这个俺没付完了又买。哎呀，小，哎呀，秋爱，鸡精味儿都一，给你买一。这盒盒都没了，炒凉米菜都没了，点了没？啊！好家伙，这一天花点不掉，不掉我也不停了。哎呀，这个买。对了，还有了，秋爱。还有那小米儿跟那个身子都没了，好家伙还有了，哎呀，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也贵，要给你买了买了买了，以后你看你乖吧，我乖不去，不知道啥呀。那厕所干纸巾也没了，厕所零也没有了，啊，叫赵青你给他说一声。小爱，嗯，那个那啥没了，厕所零也没了，干纸巾也没了，洗手液也没了，还有孩子的那个，等会儿孩子孩子那个果蔬汁也没了，还有那个薯条不是？哎呀，这是又没了，这是都没了，赵松也没了，啥都没有了，你卖了，还有洗洗的，还有洗洗的那个铅笔也没了，学的那个作文本也没了，赶紧买点咱都，买走去卖。哎呀，哎呀，
给我你买走你妈我不管了不管了你想买啥你买啥哈啊你买吧你买吧这家伙买这会儿小花得多呵呵你买你买你买你咋止住了还是你买吧不在家真不知道柴米油盐贵以后我再也不吃你了以后还加钱啥的你再买呀钱不够了都坑事你还是你管吧真是我给你倒一些去了这先体谅你吧你终于体谅我了其实家庭生活都不容易只不过是在没有换一个角度是吧平时你也挺辛苦的每天挣钱啊工作给家花你干吧媳妇儿媳妇儿先来